影片开始前，感谢昨天赞助的各位，感谢黎霄的30块，班上4个人确诊，我直接咳嗽咳到要死，但快筛阴。今天直接请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哦。放心啊，像我这种肥宅基本上不会出门的好不好？病毒想靠近我没有这么容易啊。感谢林奈的30块，每日1000道，逍遥又愉快。你花钱开心，我收钱也收得开心啊。祝大家都开心。感谢林雅化的30块，最喜欢看我玩 Roblox， 也是因为看我玩之后下载来玩了。那一款偶尔会蹦出一些蛮有趣的地图啦，而且是免费的，挺推。感谢 TSUKI 的70块，再抖个70以免忘记我。如果可以放上自己可爱的照片，我相信想忘也忘不掉啊。感谢阿月的70块，有时候想到你的影片就莫名的想笑，很好，这个就是我认真看影片直接把我记在脑海里面，好色哦。感谢余哲三人的游戏频道，这应该是马来西亚吧，马来西亚的6块，哈哈太好笑了，每次看你玩游戏都觉得很好笑，尤其是没吓到的时候让我哈哈大笑。感谢喜欢啊，喜欢常来好不好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昨天的感谢留言，今天影片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。今天我们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叫做《逃往加拉帕戈斯群岛》，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游戏标题。看这个预览图片也蛮诡异的，不知道在干嘛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介绍。为加拉帕戈斯逃跑是在阿布拉布拉布拉游戏果酱中制作的，这是一个以逃生为主题的互动游戏，我希望你喜欢它，我肯定会很喜欢的，越氛围越爱。我们直接开始，加帕格拉夫拉巴嘎嘎巴群岛。这个游戏的封面是一个小哥哥躺在地上，然后都有血迹，是不是？他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封面非常非常的阳春，我甚至看不懂上面是什么文字，这什么文字啊？巴萨拉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关系，我们点看看知道了。哎呦，小哥哥醒来了，非常非常的惊慌啊，一脸惊恐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不知道。哎，右边有脚步声哎，这个选项是。欸，我用截图翻译是翻得出来的，左边是环顾四周，右边是喊出来，我们喊出来。哦，嘿，嘿，环顾四周，逃生门锁起来了。看什么东西啦？有人逃跑，而且把门锁上了。左边、右边，我不知道。我们来翻译一下。这一段就翻不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左边。左边是藏起来，右边是下楼去。我们下楼去。回去拿钥匙，哪里有钥匙啊？欸，还不能直接下楼哦，莫名其妙。我们左边，右边，还要先找到钥匙才能逃脱欸。哦，楼下很诡异哦，点一下下去看看。这里应该是藏起来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后面还有一个摄影师啊？啊！他写着你死掉了，我死掉了，啊？怎么又是这边？这边只能藏起来了吧？藏一下，藏一下。啊！怎么又死掉了？啊！不管怎么选都会死掉，是不是？检查电梯跟下楼去，我们这次选下楼去。电梯上有杀人魔啊！我感觉我快逃出去了，哎呦，跌倒了，跌倒了，差点撞死，好不好？差点一头撞死，吓死小哥哥了。
是有人在追我是不是？左边是直走，右边是走楼梯。啊，楼梯上不是有奇怪的人吗？啊，我们直走好了，直走。欸，为什么直走不能选？你们看这直走不能选欸。啊，我们进电梯。我后面有一个杰哥在追我，他把我衣服脱掉了。再一次，直走直走，快快快，直走。直走直走直走。欸，直走不能选啊，这个游戏坏掉了是不是啊？为什么直走不能选啊？啊，这里选这个又要死掉了。为什么不能选直走啊？然后刚走左边的话，有一个躲起来跟走楼梯下去的选项。如果走楼梯下去的话，他会叫我们去找钥匙，然后回到原点。啊，如果躲起来的话，又会遇到杀手，又会死掉。然后走右边嘛，检查电梯，电梯会死掉。啊，走楼下会到这里来，然后这里来直走不能走，选这个，啊，走楼梯就死掉啦。什么东西？我其实蛮想看一下这游戏结局长什么样子的，结果根本就没有做好，好不好？根本就没有做完。你们以为今天只有一款fun game吗？没有，我马上找了一款看起来更fun的来给你们看。这一款游戏的名字叫做《森林里面的楼梯》，这是一款基于森林楼梯阴谋论的非常短的恐怖游戏。当你在森林里散步时，你会看到一个随机的楼梯，无处可去，楼梯看起来好像是某个结构的一部分，它们看起来不合时宜。你会站在它们上面吗？你愿意多久？提示：在楼梯顶部等待。了解了，废物楼梯。直接开始，然后这游戏就直接开始了，完全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过场动画，没有关系啊。感觉我们应该只要上那个楼梯就好了吧？这游戏走路怎么这么慢啊？哈，老乌龟是不是啊？然后四周就是一片森林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我们上楼梯看看吧，快一点好不好？走个楼梯要走多久啦？浪费我多少时间？上楼上楼，哇，走楼梯又更慢了。这个游戏是想让人躁郁症发作是不是啊？然后咧，我要站在楼梯上面哦，我要等什么？等他时间到，还是我可以跳下去？我们跳一次看看。恭喜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我们再上去一次。作者叫我们站在楼梯上，那我们就乖乖的站着 ，OK 吧？来，还是我们这里先滑一下手机啊？我感觉可以先滑两个小时的手机耶，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啊。已经无聊到开始在玩那个走独木桥了，耍白痴。还是我们要一直不断的上楼梯啊！我们再下去看一次，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哦！哇，好好玩哦！这游戏怎么可以这么有趣啊？应该可以列入那个2022年最好玩的游戏之一哦。哎、欸，已经等了六分钟嘞，大哥，开玩笑哦！2000年以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时间一久的时候，这个人物会自己在摆动哎，他在干嘛？他开始进入那个状态了吗？我现在是不是完全不要动，对不对？音乐都开始出现了，这是一个真正考验耐心的游戏啊，各位，你要等得够久才会有东西。我可以转头吗？我感觉后面主角开始喘了，他在喘气了。我现在应该乖乖等就好了啦，对不对？乖乖的等，不要动，一步都不要动。哎、欸，有人哎、欸，有人在偷看我哎、欸！我、哦、现在可以过去吗？一二三，木头人是不是？啊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他完全没有动啊。我现在到底能不能动啊？我很怕我一动，然后游戏就没了。过去看看。哎、欸，人不见了，各位，人不见了。感觉要跳脸哦，小心一点啊，各位。你在偷看我吗？没有。你在偷看我吗？没有。哇，好棒哦！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！都在干嘛？靠你妈干妈的妈！
开始有点生气了。哎，对，我在干嘛？什么啦？到底在干嘛啦？操你的嘞！在干嘛？啊！哎，我直接一个后空翻来到了异世界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边是要干嘛？啊？怎么这么黑啊？我要逃出去哦。明白了。往哪里走我也不知道，这个路连条路都没有，我怎么知道往哪里走？哦，看到了，欸，原来我没有到异世界哦，还是一样的地方嘛。地上有血迹，欸，为什么？我看一下这个血迹是在干什么东西嘞？沿着血迹走，看一下。嘿，谁？谁在那边装神弄鬼的呀？小姐，你在干嘛？小姐，啊，这男的，欸，这个光头，还是那是我自己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心跳声？干，有鬼来抓我了！干，大便游戏，真的是大便游戏。不是啊，那个中间等待时间也太久了吧？真的超级久的。我可以跟各位讲，起码等了10分钟，好不好？10分钟，欸，哎，游戏时速不是这样子凑的，好不好？你不如说什么，等待一个10秒，然后出现一个惊吓点；等待一个10秒，又出现一个惊吓点；等待20秒，出现一个故事；等待30秒，进入异世界，对不对？从头到尾就一个人在那边，也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等待，等待，等待，一个后空翻就没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两款史诗级的粪便就按到这边喽，推荐给你们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